他说38+2a-1，从 FS 得至34这余4，那有什么感觉？把它除它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我被除式是谁 ？FS 对吧？好，这时候可以把它写成被解除，被3+2a-1除，得到一个34是 x+1，余是17 ，a 开始加2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一题不要客气，题目求 FS 嘛，你就把它乘开除掉了。来，首先来一次好不好？在数学当中，这是什么乘开？我们就慢慢乘开好不好？数学当中乘法有什么律？分配律，它乘它三倍 a 四次加上它乘它三倍 a 可以几次？两次，行不行？这样把它乘它两倍 a 可以三次。2a-1+2s 减掉 x+3 再减一，后面这边还是再加上 s+2，来全部加总起来，好，所以加总起来是3倍 a 4次，加上2倍 a 3次，加上 2x+3，加上 3x 加一，这样就出来了。OK， 哎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